想想，想，来，我们就不客气哦。再简单了点。那其实就是通天巨猿的部分哦，其实就是巨猿了哈。那先看一下技能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通天巨猿哈。其实就是猴子啊，猿嘛哈。所以，这局我玩得很快乐哦。你看，我就是一直主线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很开心，我就一直主线下去。你看，你角色你可以转身一下，有。你看，你就只主线下去。也会激活内功，去，这是升级哈。哎，那卡掉了呀，这个是要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卡掉了呀啦！哇，我遇到宠物了，然后你可以免费捕捉这样。我刚才把钱都拿去升金，我们把金币都拿去升那个技能了，那所以下集再去啊，下集应该就可以把 ND 掉。应该是啊。